有玩過 Watch Dogs 的都知道，黑客是很容易入侵手機，甚至偷走銀行資料等。現實中，網絡世界 Deep Web 不單止會做一些類似 Watch Dogs 的秘密活動，竟然還會自創和修改遊戲。大家看到畫面是小學雞時代成日玩的火紅版 Pokemon， 但是你看到它是被人修改過的，不論原本的劇情甚至火紅版 Pokemon 裡面最重要的 Pokemon 都沒有出現過的。遊戲的劇情一切都是由告示板帶出，最令人心寒的是告示板會帶出受害人的殘肢非常分散，甚至一堆亂碼的訊息。遊戲最後畫面會出現大隻的被害者字眼，旁邊出現的兩排好像是墳墓般的東西，跟墳墓對話就會出現一個英文名和異名。其實這一類遊戲都是 Deep Web 才可以下載。傳聞這些遊戲都是由一些亂同癖的通緝犯製造出來向警方挑釁，大家就算不怕電腦中毒都不要傷害自己心靈，想起作者用自己的經歷來製造這個遊戲真的心都寒。不過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黑網的遊戲，我下次都可以再講的。